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叔。这里是丽江中继海房车营地。我的右边是中继海，左边是雪山。我的营地很漂亮吧？雪山出来啦。我的房车之旅被疫情所困，我的避难之旅变成了度假之旅。在这个湖光山色的地方，享受着阳光，享受着美丽的风景。春天，丽江这里的风也是比较大了。中继海房车营地旁边有一条樱花大道。樱花大道现在樱花正在盛开，一会儿带大家去欣赏一下，看看美丽的樱花。走喽，去看樱花去了，走，骑着我们的小马去樱花去，宝马，小马。这里有樱花啦。山路看樱花，哇！樱花大道，拍个自己嘛，啊，必须的。姿势必须要帅，
哦，这个好看，漂亮，快来丽江看樱花嘞。
山路，再往前就是束河了。拍拍我们嘛。